我想到底要不要放那个冰淇淋店，在这里卖冰吗？欢迎光临胖嘟粉厂冰淇淋双淇淋店，来这边吃冰，保证让你凉爽酷酷爽哦。胖嘟好像招待，对啊，他就很像服务员，只是看起来有点像黑道，而且他的笑脸很有魔性哎，很搞笑艺人啊。会不会胖嘟其实是搞笑艺人，不是黑道老大吧？有可能啊，我这样讲，胖嘟我知道会谁是搞笑艺人？谁？你才搞笑艺人，你全家都是。灿哥在这边做瑜伽。